杨千嬅呢日就去咗澳门出席活动，最近都忙住准备巡回演唱会嘅千嬅，而家就已经要开始为演唱会训练体能啦。即系我哋准备咗 show 喺香港十几场嘅时候，我哋已经好紧张，我哋要 prepare 自己一个耐力咯，系一个体能咁简单。咁所以个 training 都唔同啊，每日都做 training， 但系每日都会跑步咯。咁但系希望想将嗰个体能拉长。而不是只是個爆炸力去做，即不能夠用爆炸力做 show 咯。千嬅之前仲話自己想退咗休之後做旅遊 KOL。咁首先而家成日有陣時幫啲朋友訂機票啊，或者自己一起即係 family 旅行啊，咁你根本得到個資料啊嘛。咁如果你將啲嘢可以同人分享，係開心噶嘛。同埋我又覺得 KOL 係一個 title 嚟嘅啫。咁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好specific 一齊去 share 呢啲旅遊，又可以同我先生一齊玩嘅嘢，同我仔一齊玩嘢，我覺得好開心啊！呢啲係工作於娛樂。